我的天哪！要不是你提醒我啊，刚刚关到麦了啦！我的天！气死！对，我自言自语了一阵子。哎，刚刚感谢了谁？看一下哦。刚刚感谢了秀的10块钱嘛，然后珍惜的25块钱，不是25块钱，星星。那我可以打字吗？打什么字？哎。哎，哎，哎，贝蒂安安、静安安、秀安安、绿茶牛奶安安、小月安安、PNG 安安、黑月安安、小月安安、珍惜安安、秀安安、李李先安安、默默安安，应该是默默吧？玉童安安、小马安安、L。K O A 啊！我靠！我记得你有，那我叫你什么？忘了。安安，完了！今天有一个说什么叫他叫什么的，我又忘记名字了。啊，糟糕！完了，今天下午有一个说他叫什么绰号的哦，对，经理人吗？是吗？还有一个吧，还有一个，他说可以叫他什么？经理人不叫什么海林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另外一个。我记得那时候他也是英文名字，然后因为他说什么这样叫怪怪的，然后叫他什么？小紫山安安，林正泽安安。不是不是不是你们，不是你们，是今天下午有一个，好像也是英文名字的，然后我不太会念，然后说可以叫他什么什么，然后但我忘记了。眷顾。不是经理人呢、啊。刚开台的时候吗？不是哎、欸，好像是开了1个多小时了吧。啊，加20哦！那要求贵哦。
会照亮周围，真棒！这把好烂哦！换回来，换回来。是吴吗？吴谁？不是吧？吴吗？吴是另外一位吧？另外一位不是什么 WU 的吗？应该不是哦。完了，刚刚看到名字才知道是什么。怎么是这个啊？哎呦！哦，去，一直加，要死去了。安安，那个 Y I K E 安安，没戏了，又快死掉了。我明明可以玩得很好，砍刀。哦，杯面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杯面杯面，哪一位啊？他的名字叫什么啊？我忘了那位杯面叫什么名字哎。他还蛮常出现，不是说待太长啦、啊、就会出现，可是记不起名字。哇，再一次，哇，快满了。哦。厉害！靠，你好猛哦、喔，跑去攀翻记录档，不是经理人啦，不是啦，你就说经理人，你喜欢听我叫你经理人，就是经理人啊。要求哦。靠边啊，不能挡哦！哎、欸，他的招不能挡，垃圾！
西。哦，血才刚回回来，又靠！我是不是该退款啦、啊？我不适合玩这款游戏呀！天哪、啊！怎么我的经理人都被恭维哦？开心安安。基础伤害，基础伤害。啊，对精英造成痛。没有，不用了。有没有宝箱啊？有没有宝箱啊？哎呦！好嘞，没了吧？好，哈哈哈哈！好，生命值，生命值，需要哎、欸，用黄金。叮叮叮叮叮叮。OK， 大 boss。小远，拜拜，晚点见。啊！哦！我靠！贪心了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奉献安安，感谢奉献的100颗星星。请问晚餐吃麦当劳还是吃肯德基还是摩斯？为什么你摩斯没有打摩擦？摩擦？是不是大部分的人家里都不让吃饭时看手机？哎、欸，快过了耶！吃饭不看手机，我觉得还好吧。等一下、喔，我先赚钱。我们走右边这条路。
咱们走右边。我家也可以看啊，因为我爸自己就在看手机吃饭啊。我靠！哇塞！哇塞！哎呀，这时候就真的要怪聊天室了，打什么字啊？还要去看，看到受伤，天哪！就是怕没看到你们打字好吗？数字的效果就是啊，跟你讲红土经济什么的，献祭先。那个。刷屁呀、啊！然后再晚一点玩麦块，又说都不看聊天室。哇哇哇！看，
哇塞，非常。这只丢搞哦！直播可以删留言吗？不行吧，要回答选项没有回答的。好。走这里。哇！我挡到了，只是这个魔法攻击挡不了哦，气死！我真是气死哎、欸！想吃麦味叉，可是每天起来都两点多了。别吃啊，吃大便啊！吃屎吧你们，睡那么晚。我会睡前先去买哦，买了之后才去吃啊。只剩下垃圾可以选，那你吃去吃垃圾啊！难怪你那么臭。美差美是什么意思？很多啊。有的早餐叫做美美美啊，所以他们要消音。烂你！哦耶！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爪子。你是我收工商的钱，你在我的台打工商的东西。爪子真的棒。
好多血哦。怎么回来就惨叫？哪有惨叫啊？那叫鬼叫好吗？那叫鬼叫啊！声音又变小声了。哎、欸，这种不能格挡，真的是很机车哎、欸！挡了，死喽，没有血喽。就赶快死一死啊，然后赶快下一局，不然等下歼灭战只能自杀了。胜啊！如梦啊！随波逐流，没回血，要死啦！